大家好，我是白香，来自雪山部落。以你们的标准来说，是个不折不扣的野人。我来此处的目的很简单，找女朋友。到了南方，我最大的感受是感觉还不错，所以作为回报，我代表雪山部落向学院捐赠3亿银元。钱不够我来补贴。